不是分手，留我一个在等候。我靠，中心。吴一山，欢迎你 ，Yes。给我来了。先拍几个。讲话。开始了没有？开始。OK。OK。不要动心，先拍先。OK OK， 帮你。玉龙谷，龙谷这边去爬山的，不要去爬。哎，我们是先。啊，对，先上。这边是山谷了。啊，这边山谷。哦，要向上爬，然后沿路回来。OK， 好了。OK。可以了。OK。OK， 好。玉龙谷，玉龙谷。高级要拍下来，慢慢慢慢一下，删掉了，删掉。哦，上面还有那个，哎呀，这个叫玉龙谷，我们要走到上面去的，快经过那个瀑布的上面。有没有鱼？没有。对，可以的。来一下来，我录。登山两脚，走走，继续走，继续走，继续走。看这边，这是什么瀑布？珍珠啊！哦，珍珠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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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珍珠
后面的瀑布大概80-90米高了。啊，这么高。OK。OK。哎，快点！我不能拍太久，没有人看过后。OK， 好。叫方竹，左摸的话就会感觉到它方形的，一边平一边，是半弧度弧形的。你拍我啊？放个举高点，来，我再要举高点。OK， 喂，你要跑去那个台走一走，方兴台。拍照。那这个老弟呢 ？OK， 再来，我走过去那边。OK， 好了。OK， 到了。这个是香菇，就是这个，要放进去。比较啊，一下子掉5秒。不过来，啊，厉害！啊，厉害！比赛啊，谢厉害弟！圣旨到，全部的人要进去。圣旨啊，命令大家都要进，快点进。进。我没有带我的。对啦，那个出去就洞口了哦。慢慢给。我走这边。OK 啊，我走出来了，出了洞口了。啊 ，OK。到上面去再买过来。这样能自己。这样过。哇，肥龙来了。顶成功。OK， 来，那个肥龙啊。压东刚刚给我两家啊 ，OK， 是吗？
OK， 等一下我们走回原路啊，原路上去。Hello。你不要动啊！对面来来 ，before I go in camp， 啊，然后更加方便。OK， 走。我这边听见。走。我这边后面。走。Yeah， 好啦，进入到皮包，广东安东皮包。OK， 拜拜。OK， 那拜拜。OK， 挂卡了，知道了，知道。买什么车啊？要普通的吗？要买。换回了。这个以前的矿工啊，这个是一个银矿厂来的嘛。好 ，OK， 我走过去了啊。等一下，好 ，one step。OK， 好，再给我一下。OK， 外面很难拍。快点，完成了里面的探险之旅，出来了。成功。进来山木阿伯们。我们是这边哪里下？从这边下。从这边下去了。哦，开啦！你们休息啊，我要工作了啊，还想那些都是茶树。山上的茶树青又青，采茶的姑娘。真过情，讲解红叶了，来，我加走，哎，先生，哦，来，你该能加得了 ，Action， 我们爬到最高还进了那个麦的洞，还有绿龙洞，那个麦是银矿是吗？银矿哦，上面有宝物吗？拜拜，下山了啊。往下走了，下山了。光心台，耶 ！OK， waterfall， this is a great。欢迎我搏斗，哈哈哈哈哈哈。OK， 下次挑战更高的哈，喜马拉雅山。有上山。我来了。攻顶成功，攻顶成功。要去漂流，来，我们现在去漂流，做那个竹排漂流，大概有九公里要一个多小时啊，不错了，很好。竹排营业时间。这间酒店来的。全部爬上去。哇。哇。好 ，OK 了。100分钟啊。100分钟。
好 ，OK 了。我们要出去啊！我不过我是看了我们的这个项目，但是要进行很久的，然后讲，要我们先去。你不要进，你不不逛，你我们一起走的。你抓呗，啊我呗，我打掉让。下面的人看到了，9:30还没有了，蛤蜊了，鱼食了，来来快点走来。啊，这是什么土啊？啊，你们可以坐前面是吧？之前。你们跟着这个录像来的哈。你没有唱三山歌啊？啊，猪啊！你做个猪啊，转头。方便面快到你了。OK。商量。啊？商量。OK。慢慢啦，真是的。啊，猪转过来。对，好，好，第二次走了。我姓耿，我姓李，耿啊，哪里的？耿直的耿。耿哈，哪一个地方来的？我从北京来的。从北京来哈，北京人呐。大哥，救生衣要穿一下。眼睛。有鱼啊，有看到小鱼了吗？看见是小鱼，有小鱼看到了。朋友们，你们有带鱼食吗？这里可以喂鱼啊。你多弄点，你这。这石头多，有石头。这要是还得定两个，跟每个人都是几把一斤几条片，多少片？几把双把一斤几条片？你们讲的是什么话？武夷山的话。哦，最深的地方有多少尺啊？36米啊！哦，米啊，不是尺啊。最深36米，浅的话就一米，一米几公分啊都有，几公分都有啊。他打那些狗啊，对，我来姐姐啊，喜欢这个。真正的景区哦，在他的外围哦，哦，这个地方，哇，这个山这么高。啊，猪啊，单独哎，单两黑乌龟哈，啊，啊对。
是。上面有房子，是个尼姑庵，叫白云庵。哦，上面那个左边那个哈。现在上面住着五个人，三尼姑两和尚。OK。他们搭配的刚刚好，两对搂搂抱抱，还有个老尼姑站岗放哨，一直找对象。可能生了孩子怎么办？生孩子那就刚好了，现在人都没什么人，就做尼姑和尚，刚好有小尼姑和小和尚。左边云石，这个是云石啊，掉下来像只青蛙，啊会像会像，像青蛙。世界上没有这么大只的，这是一只青蛙。是啊。在网上看你可以看。朋友们，我们今天看到的景观都是自然景观，要发挥想象力哈。好，对呀。横看成岭侧成峰，远近交织则不同。这跟城市里看古。看小姑娘一样都有角度，你看小姑娘近看得上吗？鱼缸最多的就是茶后来泡缸，然后这里面那一片片矮矮的，都是茶哈，是，呀对了，这矮矮的都是茶，对。那个不是水流啊，有没有水下流没有啊？是啊，因为我远处看到就是浙江墨米粉的石磨啊，石磨盐，石磨盐。小朋友现在很多人都没有见过石磨，像这个叫汉堡包，啊，巨无霸大汉堡，很多人把这个称为底下子、底下汤、面汤哈。哎呀，还没这个的呢。江上次我们江总理来了，我们就称为三个站子，黄华来了。你们干出当，你们弄出来的。啊、我们这一趟下来要撑3000多下啊，平时半小时就是30分钟，是吧？半小时一个半小时，对呀、啊，所以叫三个。早期是逆流上，由纤夫拉动它上去哈、啊。叫长尾象丝雀。我支持你。我冇问，阿斌冇接。那个白龙啊，啊，《西游记》的片尾那个片段。哦，在这里拍啊。一个青马，一个挑担。哦。《西游记》拍过很多部，是哪一部？最多部就是83版六小龄童的。六小龄童。六小龄童最早那个。对对，那个斜斜的，那、啊、个像大象的鼻子，斜斜的是大象的鼻子，这叫象鼻峰。象鼻峰啊，这谁呀？啊。不能删了，删了。我也说了，又说了。后面是身体的，前面是头的。还有一个树在那边。我们左边水中间那个虎头乌龟。左边。啊、哦，那个。上面是乌龟壳，乌龟头都在里面，这叫缩头乌龟。你快来吧。我们人来了比较害羞，把头给缩进去了啊，梳头乌龟啊，梳头乌龟啊，梳头乌龟啊，要自然现象，自然现象这叫上下水龟石、大龟杯小龟王八水杯青云王八万龟龟、我们这样往后看只能说回首望星龟，不敢说回头看乌龟、等你回头看乌龟后面一大堆、Camera, 啊、九我们已经过了九是吧？过了九了，啊、就到了八了。它在哪一段是九啊？八曲九角开始那边是九曲。从九。啊，走力啊！跳。18个弯道啊，弯道哎，九曲十八弯，刚刚过了2个弯哦，第三弯快到了没有？第三弯快到了，快到哈。跟着后方这一对平衡座山，伟大的母爱哈，这叫双乳峰。双乳峰，嗯、天上皇母娘娘的一对乳峰。啊，曾经没有哪个小姑娘有这么大的哈。那后面还有那个像什么？你不懂我也不，那你就后面还有几个峰。爸爸为什么不？从这个角度看，这个叫三角恋爱石。三角恋爱呀、啊哦，我倒想歪了。
领导是哪一位领导？哪几位领导？我们领导很多，我们公司有2000个员工，2000个领导。啊，1:1:1:1啊。讲的是你们公司的领导了，不是国家领导了啊。是我们公司的领导。哈哈哈。台湾的呀。啊，对呀。哦，你以为我是台？我们台，我们不是台湾的。我是新加坡的。That's right。民族哎。嗯。放生堂。哦，难怪你要靠左边。28米。小亭子啊、哎，我应该有神像吧？哈哈哈哈哈！地公土地公公这个地方啊，土地公这大寿桃哦，拜寿亭啊，那个小亭啊，这个山峰叫做寿桃峰，寿桃峰啊，那边还有一个红红的，是一个寿字哦，这个都是石头山哦，石滩那个大理那个万岗岩嘛，应该，丹霞地貌，红色沙砾岩路啊，对对对。起货、啊！那小姑娘，那个苹果在这里拍来拍去，不小心掉到水里，那就变成了水果了。天佑凤啊！天佑凤上有看到人在上面哦，有没有啊？嗯、哎呀，我看到一个黑。人在上面啊！是吗？天佑凤，前方这个是天佑凤。爬到石头上，跟石头。啊，上到很多人吗？石头上。对，天佑凤，亚洲第一巨石，中间没有一条裂缝。到了武夷山，不登天游是虚其游。到武夷山最好玩的就是这块石头了，一块石头往上走，下山就两腿滑的。天牛峰。来，慢点吧。老明，那些东西给他买啊，我是老板给他买的，我操。这个洞哦，洞口那个。呀，看到了，天佑峰在上面，看到吗？小太岛。天佑峰，看到那个瓶子啊、哦，上面有人。那个瓶子是个炮楼哎。好了吧、啊，这个是这边的。哦，哎呦，我单手，我单排。你下六级哦。对、啊、的。这个是瓶子，那个瓶是泡茶用的。啊，泡茶，有人这个茶楼，茶楼了没？我们今天老花店。这里的茶老贵老贵的了。啊。别人是一斤卖个200-300，这边是一泡就200-300。一泡才几两啊，两三两三两三两两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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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onkey， 这个什么 Monkey？ Monkey， 有段意思可以接过去，他会来捡。猫，以前是猫。一家老鼠啊？怎么掉的？那猴子一家老鼠啊？那猴精那个王。老鼠的好没哇，这就是家了，现在就是家。啊，我们就多跟在后面了。哦，蚂蚁登山，天又疯了，从旁边看，很多人，蚂蚁登山，登山，这么大的洞穴，你能开的吧？录下，兵部侍郎陈婶在朝当官，受到官僚宰相的排挤，他没有出头之日，所以他写这个又字的时候，立志不出头，成了一把刀。哦，这个中间。这个是两峰之间的啊、哦哎、两峰之间白骨精被孙悟空一棒子打死，冒着个烟从中间那个裂缝飘飘渺渺的升起。哦，这个这样、哦、这是小朋友看那个国产好不好，你小呀，小鸟都藏在树林里，你要小还行，你听见鸟叫了吗？好，是那个浪子后来再给这个好真的真好，让我想起你多么自小的玩具，小火车的，你们要去听游风吗？哦，
过这个桥可以直达峰顶了，天佑峰的峰顶了，不用等了，哈哈，坐缆车了，然后走一段了啊。它停在山脚还是山腰是吗？天佑峰整个地方都叫天佑峰，看，往远看。看到没有？现在看到没有？啊，有看到了，可以拍到，拍不到的。你是前面brown color的。Brown, 后面那个桥啊，就刚好走了一半的，漂了一半的的路程。该是一半的路程。关。看到我给嘞，我讲。澳大利亚，哎，这是正版的，要比澳大利亚早好几千年。新的科技啊！哈哈。哦，对哦。现在人呢？现在人都从桥那边走。哦。前面是不是第四的啊？快到了。快到了啊！从桥板下鹤床。这讲的是前面那个崖壁上啊，有洞，洞里面有棺材，是玄关啊。是古越族的古越部落，3800多年前的古越部落的酋长和他祭司死了以后埋在里面。桥板下鹤床，这是提示人，古人吃饱了没事干乱写乱画。我这鱼摸，几鬼？我，家是几鬼娘急的酱，俺婆从肚子还得干。哎，这关表的好。哦，这边是属于热区的地区的啊，是五十度。现在有没有玄关？看不到它的玄关的，那就在洞里面了。你要在下面看。翡翠流泉，这边的水深有36米啊。滴水啊，滴水之下。《西游记》的白马从这边上来的。是鱼吗？那个不是鱼，叶子，树叶，树叶子。那个木头玄关的，没下雨是没水的。地板的石头。哦，那个左道啊。对，我们刚刚前面是它的正面，我们转个圈转到它的背面。哦，这边天佑峰的后方了，可以从这边爬上去的那个左道。这边不让走，这边比较危险。稍危险啊。上这个山会有三种毛病。这边天佑峰的后山。春天来了，然后树有那个阶梯给上去，不过现在已经不行了。杜鹃花还没开始，杜鹃花到时候的时候，半山都是啊。哦，你讲是以前蒋介石的啊，蒋介石的别墅。别墅啊，有蒋中正，中正公园啊，在台湾的死掉了啊、哦。这是他的后花园、啊。后花园啊，真的哈。OK， 所以啊，不过现在、现在做什么用途这个地方？现在啊，啊国家监管做小卖部了。小卖部啊、，OK。上面还有个送奶的蜡像。哦，送奶的蜡像啊。嗯、很好。阿志站，别动。我们上拍到，拍下来，玉女峰拍下来。啊，前面那个玉女峰，那个什么峰？玉女峰。玉女峰啊 ，OK， 上面看到玉女了哈。等一下我跳过来啊，玉女最高的那个玉女峰。OK。那手机给我。呀。后面那个是什么峰？玉女峰啊。玉女峰那个怎么好？它整座山跟玉女是吧？披风独立不与其他三峰相邻，窈窕春秋，婀娜多姿的玉女。那个是玉女峰，啊，有点像玉女，好像玉女。OK， 好。有点反光哈。啊，对话是阳光吗？两个人去的。一个笑脸，一个人的笑脸。嗯。这叫虎头戴金花，笑面虎。是不是这个比赛？啊，就想起来比赛啊。上面有那个电瓶车。他要教运动啊，他哪有时间伺候你？你要是生病住院了，他也要工作啊，他要养家，还得养那个房子的运动，车贷房贷，所以他只有二十多。这个。
但是他倒下来第几期啊？我们在第四啊，那到第五。我看到那不顺眼，我就打他一个，你咋怎么样了？他明知道你们安踏的麦克，这转速下面七百的话就靠。把门开。他就是不舍得，他就跳你了。啊，三曲是玉女风啊，二曲是玉女风，三曲呢？三曲是个船关，船关啊 ，OK。四曲是卧龙塔，嗯 ，OK， 我等下到时啊，这边是一曲，这个做这个助牌游戏的这个整个过程差不多完了了啊。嗯，好了，嗯，从我这边是一起到完了，转过去，再转回来了，他给他再转回来，哦，还要走过去，没这么快，我以为，哦，他要走那边去，你可以转过去啊。你看，十年、二十年，哎，修的好。做了十年、二十年，你突然自卖的人不去交钱，不能角逐存的，他是正大光明的把你修出来。哎，花大，这样可以吧？两个小花，这皇冠看不到呢。搞了个双星大豆腐，国家不让的东西。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？我搞到一个卫生间，一个厨房的，大概要人民币也要到60万，人民币要到60万。我知道人民币，不过不会丢了。换一个床就很窄了。那就跟碧桂园的差不多，碧桂园的话超过就很窄。哦，就到站了，我们啊，对了，啊 ，OK， 到站要下上岸了。下岸。哦 ，OK， 可以，跟他拍一下。到时候风筝是拿好的。OK， 再见。大哥，革命的，因为革命的威震，我那个准哦，能挨好，有些项目。拍，没有人来，来看，拍你，他们。